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非常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在生活中学习放下。在生活上，我们常常使用的是加法。我们常常会想，如果能够再多赚一点钱，再多升一级官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我们永远被贪欲驱策着往前奔跑，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舍不得名利、地位跟权力。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了解舍得跟放下所带来的轻松的感觉。通过不要这一关，在生活中学习放下，精神上自然就会更增加安宁跟平静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在生活中学习放下的妙用。你这个问题里边讲到家法，这个佳节存储的家。这尊呢，这个一个 plus 一个 plus 再加上去，再加，这个也是正常的。我们不是常常讲步步高升，年年发财，年年有余，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多子多孙多发财，都是这样子的，多都是这样子。要减，大家都不愿意啊。这个增福增寿，没有说短福短寿，没有这样子讲的。所以人呢，都是希望不断地在加，不断地在增。其实呢，一个事实根本不需要承认的。我们的年龄天天加，究竟是加呢还是减呢？是一个问题。许多的人说：“哎呀，今年我60岁，我又多一岁了。哦，我65岁，哎呦，我又变成65岁，我又年长了一岁了，我又多了一岁了，好高兴。”其实呢，应该要给他流眼泪，哦，又少了一岁了啦，好可怜哦，又少了一岁了啦，好可怜哦，应该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大家认为这个增长得很快，很高兴。还有啊，名也好，利也好，地位也好，这个越爬越高，高处不胜寒，听过没有？越富越重，重的不胜担，不胜负荷，有没有？所以是为什么人呢喜欢背呢，喜欢这个负担呢？是负担重了以后又觉得哇好累哦，哎呀我的负担好重哦，你看看我有几口之家呀，还有呢我要养多少人呢，我要照顾多少人呢，我要做几个公司啊，忙得个不得了啊，会这样子。但是一边这样子讲，一边还要争取，有的两个公司、三个公司、四个公司，还有五个公司、六个公司，一直开下去。但是好不好？问题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呢没有觉得过分的，或者是没有啊觉得吃力的，应该做，应该增加。所以我们要增加。其实呢，一边在增加的时候，一边呢是在放下。我刚才讲的，我们年龄呢增加，也在。实际上是减少，是这样子。还有我们的福报啊，在过去带来的福报，这一生我们用钱，钱来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啊，实际上就等于从银行里头啊提现，我们这个银行里的存款是不是越来越少，统统变成现款，一大堆的现款在我的手上，在翻来覆去看着小钞票，很好玩，这个玩钞票，但是银行里的存款就少了。所以在看起来现象上是增加，事实上是减少了。而我们如果能够啊，从智慧上面，从福报上面，从功德上面呢，增加，那个是真正的增加。如果是从地位上的增加，名誉上的增加，财产上的增加，这个都是在减少。这是通过佛法的观点来讲啊，是在减少。当然，有钱的人从此以后不要钱了，是吧？错的。有地位的人从此以后不要上升了，不要升级了，错的。应该升级还要升，应该要的钱还要要，必须赚的钱非赚不可。现在我就是要钱了。我钱多多益善，钱拿来做什么？我拿得来可以办教育事业，
可以办宗教事宜，可以办慈善事宜，可以办文化事宜，我可以办的事宜太多了，需要的钱太多了。那因此钱还是要，地位也是要，地位呀是一种器具，是一种工具，你没有这个地位，你这个没有这个名望，因为这个名位你做事情不容易做的。所以有人说，人在宫门呢，好心善。宫门因为这个他的权、他的位、他的职务，就是一呼百应，登高一呼啊，万山皆应。你大的地位是大的相应，小的地位是小的相应，一定呢有地位才行的，不是不要。问题是在于有了地位做什么，有了这个钱是做什么的，有了这个钱，一边的钱的成长，同时你的功德也要成长，你的智慧也要成长，不仅仅是钱的成长，否则的话你就是变成了一边是啊这个加法，另外一边是什么法，是减法。所以是呢，这个是一个就是平衡呢，就这样子，天平呢一边高一边一定低，一边高一边一定低。所以我们呢不要要的是虚名，不要要的是福利，不要要的是一种啊这个虚有其表的空位，而是啊全部是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，我们这些名也好利也好，能够加的能够升的都很好，而我们的功德福德，我们的慈悲，我们的智慧，是不是啊成长？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成长，那名利这方面没有也没有关系。这个有用没有用？有用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能够心里头啊，不会老是为了这个生计，为了加薪，为了这个名誉，那就变成了沽名钓誉。我们一天到晚就不务实际，就专门呢这个挖空了心思，赚不义之财，取不义之名，而得不义之利，就是坐了一个位置，也是啊抢得来的，把人家推倒了，自己坐上去的，这种位置坐得很难过。你抢人家的，以后会有人家被抢掉，被人家抢掉。所以我们呢，那个实至名归的是非常重要啊。不是说不要，加也是对的，样样都要加，两边都要加。这个名位地位，名地位或者是势力权，通通加。那么功德也加，那什么功德？智慧的功德，慈悲的功德，那才是真正的呀增加。